你要是不说你打败过红衣刀，我还手下留点情。以后别吹牛了啊！大当家的，给这娘们点颜色看看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加油！加油！怎么，大当家，自己亲自来啊？认输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姓张啊？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要是认输了，就赶紧把枪给我，我要带五嫂下山。想得倒霉！兄弟们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这什么意思啊？爹，你言而无信。你说好了，青云要是打赢了，就让我们带枪走的。看住，小姐。之前我就怀疑，独立营的张大胡子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你那一口唾沫一个钉，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，一口唾沫一个钉。我在看你的全路。张大胡子就是你爹。对啊，怎样？当年这个家伙剿匪，搅得我们是东躲西藏，死伤大半。我想找他报仇，没想到这个家伙自个儿踩了雷死了，害得我两天没睡着觉啊。没想到他女儿来到我黑凤山撒野，这可是天意呀。来呀、啊，把他给我关进大牢里边，明天用他祭奠我的兄弟。走。这上面都记着呢。这红一刀在县城医院救青云的时候，何管子不在店里。肖云龙出事的时候，他也不在店里头。咱们跟踪吉野的时候，他依然不在店里头。一个剃头匠，店面就算开得再大，也还不过是个下九流。没事老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待着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啊，对，哎，头儿，这怎么了？别吞吞吐吐的，有事说。哎，是是是，就是您的妹妹齐明慧，她也来过这店里几次。明慧，哎，就来了几分钟，来去匆匆。你小子胆子够大的，我妹妹的行踪你敢接？哎，不是头，这不是您让我秘密监视所有跟她有来往的人吗？抓了他！哎，是是是。何管子，看来你是个有大秘密的人。就算你不是红衣刀，
你一定和地下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！头儿，嗯，抓不抓？先别着急，让我去试试他。您看见了吗？就您这个发型，给您安一个发卡，就漂亮多了啊！这发卡呀，送我免费送您了。确实挺好看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谢谢何老板了。哎呦，您别客气。哎呦呵，谢谢谢谢。 哎呦，你慢走，慢走，你慢走，你慢走，哎呀，你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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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，何老板，哟哟哟，老板，欢迎我来啊！哪能啊，齐处长，您这一来，我这小店蓬荜生辉，是不是？您这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听着朱营长夸你手艺如何如何，今天我倒要来瞧瞧，试试看到底好在哪儿。哎呦，那是朱老板捧我。您今天想剪一什么发型啊？ 我这剪头啊，剪头就算了，啊，你给我按摩，还有按摩也行，按摩也行，您坐这儿。哎，您啊，把这身体稍微往前坐。好，哎，好，哎，行，行嘞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您放松啊，放松。何拐子看着面前装模作样的齐明虎，心中提高了戒备，他明白。 齐明虎已经怀疑上了自己，但此时也只能见招拆招了。难怪这朱三方逗着替你吹呀，手法果然与众不同。哎呦，何老板这按摩的技术好啊！身上的功夫一定也很棒吧？您什么意思？我小时候学过武术，师傅跟我说过。 武功高强之人通常都是目光锐利之辈。我瞧何老板您双目炯炯有神，这身上的功夫一定不错吧？什么？不是我？啊？双目炯炯有神？您这也太捧我了，我这还炯炯有神。 我这还炯炯有神，我呀，这眼神倒真不错。您想啊，我是一剃头的，我给人理发，我要眼神不好的话，给人理的这一边高一边低的，那不是砸饭碗吗？那不是？不对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何老板，我观察你挺久了。你看啊，你这胳膊肘子离你的肋骨永远都是一个拳的距离。啊，我这痒人肉，我这痒人肉，我这可都是练武的人的习惯。 您真能开我的玩笑，我这个我一剃头的，这每天客人到这来剃头，我这迎来送往的，我不得搀着点人家，怕人摔着我的吗？那我要老这样的话，那不是把人客人怠慢了吗？我记得就为这事儿哈，小时候师傅没少打我。是啊，哎，何老板哪儿学的手艺啊？那个杭州萧山，我师傅啊，那远近闻名啊。哎，我师傅有一套绝活。 不管是什么样的发型，我师傅只用十一刀，保证这头哈一根毛都没有。<笑>何老板学完手艺，怎么留在当地啊？到我们三年县来干嘛？这事儿说来话长了。何老板，哎，我有点口渴了，你帮我倒杯水。哎，没问题，您稍等，您稍等啊。齐明虎多次试探，也没有试探出何拐子的虚实。 会不会是自己真的猜错了？他真的不会武功？齐明虎决定再试一次。习武之人可以掩饰身手，但是掩饰不了本能。看着何拐子手上的茶杯，齐明虎心生一计，就用这个茶杯来试探。这是我刚沏的啊！哎呦！ 没碰着您哪儿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您看我这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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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是碎碎平安，碎碎平安。哎呀，别扎着您就行，我再给您沏一杯，啊，您别动啊，我给您扫扫扫扫，别扎着您，我先给您扫扫啊。我先扫扫，到时候别扎着您。齐明虎最终一无所获的离开，何拐子深知这条恶狗绝不会放弃。 一定还会死死咬住自己，以后一定要小心，再小心。想到这里，何拐子内心沉重起来。头儿，嗯。
怎么样？您试的怎么样？咱们抓不抓？先不着急抓，继续观察。他早晚会露马脚。何拐子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怎么就是看不透呢？快快快，占据有利地形，埋伏好。谁知道我爹跟你爹居然还有这种恩怨，这才真是把你给害了。我说清云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？我爹啊，他好像真的要杀你，他现在就在大堂又磨刀又擦枪的，看来他是要动真格的了。杀他？哼，我还丢不起这个人。啊，我只是吓唬吓唬他，关他一天，明天让他们滚下山。娘，在我黑风山耍威风，我吓出他尿来。那个张大胡子压了我半辈子，现在居然他女儿张青云也在我面前撂蹶子，那这什么事儿？到底说这是做什么真格？才没那么容易呢。日本人都杀不了我，你爹更杀不了我。青云，就说你办法多，你赶紧想一个能让我们出去的办法。你让我怎样都行。啊，想想啊。我有办法。知道我为什么不卖枪给青云吗？你想到没有，他们买枪干什么？他们买枪不就是为了暗杀武田吗？要是他们有了枪，就有了胆儿。这黑妞如果跟他们胡来，一旦丢了性命，那可就全完了。老婆子，你就放心吧。我绝对不会让黑妞下山的，我也不会卖枪给他们丁家，免得以后枪和人都落到日本手里啊！当家的，进来。当家的，山下来了一帮日本，说咱们的窝里藏了。
走。啊！你们大当家到底来不来啊？来。阿爹。大当家的，赶紧把我们放下山。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呢。爹，救我呀，爹！别给我演戏了啊！赶快放开黑妞，听我安排。谁跟你演戏啊？我现在数到三，否则我手抖了，可别怪我啊！三，爹，爹，二，二郎，爹，继续呀！我没工夫给你们逗着玩儿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西村就在山下带着日本人要上来，你们俩滚，你们带他们下山。哎，是。赶紧的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黑妞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娘在山下正在拖着西村呢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娘。西村长官，你看看我们这黑凤山，哎呀，真是太穷了，招待不周，请见谅啊。龙嫂，久仰久仰，早听说过您的大名，别人都以为黑凤山是刑天道当家，可我知道真正的当家人是你。西村长官很会说笑，我哪担得起这个名号？爹，是真的吗？废话，我哪有功夫跟你逗着玩呢？还能说假话吗？你，我他妈怎么伤了你这个没良心的？哎呀，爹，那我们走了，你跟娘怎么办？就那几个日本人，成不了气候。到时你们要是不走，那就出事了。走，滚！走啊！爹，那我们走了，你跟娘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行，快走吧。青云，咱们走。哎，等，突然觉得不想走了。哎，青云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犯浑啊！要是日本人真上来，你别后悔。我不怪您，但是呢，您要不给我20把大金面盒子，今儿就不走了。哎，这酒怎么样？如果好喝的话，让我的人再给你送几罐。酒我就不喝了，龙嫂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你这么拖延时间，真不怕惹恼了皇军？等我调来重炮，你的这点家当能撑多久？您真的要为了丁家人，赔上这整座黑凤山？好，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只有5把，多了没有。5把可不成，我要的是20把。要是没有盒子，撸子啊、八音子啊、十字莲啊都成，相信大当家肯定拿得出来。嗯，爹，我知道你有。好，去，把家里剩的短家伙。都拿过来！好，兄弟们，把短家伙都拿过来。其实我觉得，大当家腰上插的这2把20响也挺不错的。成。有你的，有你的，你比我还土匪。谢谢。好，我算服了。记住，这笔账我一定会给你算的。拿吧。爹，谢谢。不去，你个败家子儿。谢谢大当家的。嗯。兄弟们，带路，
让西村长官的人上山搜查。是。冷嫂，你比你家男人刑天道明事理。请吧。大当家的，打扰。看来黑凤山上真的没有我要找的人。怎么，西村长官不在这吃一顿？会有机会，下次。您，奇怪。这么大张旗鼓来了，就搜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是啊，青云，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。那也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啊，十个张青云也抵不过。笑死我了！你看我爹那样，当时就像在他肋骨上割肉一样。行了，你爹也不容易，这占山为王，枪比命还金贵呢。你想说什么啊？没事了，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快拿着枪，我们背他回丁家堡。小心。八哥，你带着精锐的作战小队和保安团守株待兔，竟然让两个女人给跑了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大队长，我们这里有内奸。你说什么？内奸？整个行动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，除了自己人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丁家人更不可能知道。他们马上就要进入包围圈了，这个时候窜出个女人，指出我手下人埋伏的位置。大队长，您一定要明察。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埋伏时暴露了痕迹，被附近的山民发现了？绝对不可能。手下人行动之前肃清了四周，这个女人出现的太突然，肯定是事先就知道。除了你和我，整个计划我只提前告诉过长谷教授。你的意思是长谷教授就是那个内奸？他费了这么大劲就为了破坏他精心设计的蜂巢计划，这可能吗？属下不敢。那会不会是朱三方的黄协军呢？你给我整个排查一遍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我绝不能允许我的手下有通敌的嫌疑。嘿，武田百思不得其解，周密的计划竟会失败，到底是什么人救了青云？而此刻的丁家人正在努力救治着受伤的哑女。三嫂心中矛盾重重，有一种沉甸甸的说不出来的滋味。怎么样啊？
老家主，幸好子弹只是打穿了他的肩膀，没有什么大碍。要是打在别的地方，就得进三边线找大夫了。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按道理，他的伤不应该昏迷这么久的，可能是失血过多，休息两天应该就好了。啊，一定要想办法，赶紧救醒他。他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丁家又要遭难了。不过看来，丁家的列祖列宗还在保佑着我们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丁家的列祖列宗一定会护佑我们的。娘，你看，家主，我和老五不辱使命。清源，花了多少钱？我得记下账。都在这呢，看，一毛钱都没花。哇，不会吧？难不成你们两个真把黑风山给抢了？这肯定不可能。吴嫂，你说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爹送给我们的？你可拉倒吧！就我爹那小心眼啊，要不是青云跟他斗智斗勇的，他早就把我留在黑风山了。不过啊，要枪的时候太逗了，把我爹给气的一下蹲在地上。青云，你跟大家讲讲过程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啊，一定要给青云和老五记一大功。谢谢家主，谢谢娘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要是没有五嫂这层关系，我就不相信你能这么轻易成功。陛下，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有了枪心里就不慌了。家主，虽然我们有了枪，但是报仇的事还是早了点，我们还有一个准备工作要做。嗯，记得我刚才说过的动作，瞄准靶心，手要伸直三点一线，眼睛准心目标。医生，把背伸直了。我知道，小时候就摸过枪。摸过不等于打过，打过不等于打得准。知道了。我爹是独立营的营长，从小我就知道很多枪的知识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练，这样我们报仇才有希望。来，听我的口令，瞄准。开火！耶！我打中了，你看，你看，那手臂呢？啊！林翔值得表扬。二嫂，啊，你扣扳机的动作要轻一点点，力气太大的话，动作会变形的。就练这么几天，能有什么成效啊？还不如花点钱到河口去请几个枪手来呢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们要杀的是仇人。除了自己人，谁都不能信，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练，练熟了，一定要做到指哪打哪。来，继续，瞄准，开火！满意，满意，你看我又打中了。我怎么打不中啊？肯定是这个枪的问题。小大嫂，我要换枪，你跟我换吧。来，嗯。这不是枪的问题，是你姿势的问题。哎，清远，你在这儿说的这么邪乎，你怎么不打？我是教官，我得教你们，回头我再自己练。哟，教官，那你就亲自给我们做个示范吧，我们姐妹几个也参考一下。就是就是，让我们学习学习。是啊，清远，你就给我们打一枪吧。那好吧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，来。不愧是张大胡子的女儿，哎，你们看动作多漂亮啊！小大嫂好厉害呀！打中了吗？庆元，你这是打哪儿了？
其实呢，手枪的设计呢有两种，一种是单手，一种是双手。我刚才示范的呢就是单手，手臂要伸直，这样呢才能避免手枪的后坐力。还有一种呢是双手，就像这样，右手要往前顶，左手往后压，这样才能稳定姿势。不愧是青云啊，懂得真多。青云，动作我们都学会了。这样吧，你认认真真给我们打一枪看看怎么样？就是啊，打一枪吧，打一枪吧，看你能打多准。青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何自己在三边线的激战中明明能击毙跑动中的鬼子，此时却怎么也打不中固定的靶子？身旁的嫂子们质疑声越来越大，青云面红耳赤，心里越着急，手上越发抖。青云，你这连靶子都打不中，还教我们呢？我看你这叫打哪儿指哪儿，怎么了？谁说会教就一定会打呀？这都是我爹从小教我的，肯定没错，你们就按着练就好了。我看这样练下去，一辈子也报不了仇。我还是去跟老家主说吧，现在招人还来得及。不行，咱们必须得自己练。这是命令。青云，你先自己好好练练再说吧，还没我打得好。丁香，我说的有错吗？真是。青云大嫂，那哑女醒了，老家主已经过去了，让你们也去。真的？快走。来了，姑娘，好好养伤，再定家宝，没人敢伤害你。家主，娘，家主，哎，娘，你来了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啊，你家里人呢？家在哪儿啊？哎，怎么？你别难受，没事儿，以后丁家就是你家。对，青云说的对。这样，我决定了，收这个姑娘为义女，以后你们之间就姐妹相称。太好了，谢谢家主。你多大了呀？二十五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梅花，赶紧拿纸和笔来。算了算了，他不认字。花，你叫小花。啊，小花。这名字多好听啊。老家主，看样子小花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我已经让厨房熬了参汤，给她好好补补。对对对，赶紧通知他们拿最好的人参，别抠门啊。好，娘放心吧。小花，你好好的养伤，等伤养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打日本人，为你家人报仇。那这样，让小花好好养伤啊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别，你坐着，等你可以走动了，就到大厅来找我啊。小花姐姐，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。三嫂，青云弄回来的你皮枪
你得给我弄一只。你又要动手？哎呀，不动手没办法呀。西孙大人怪罪下来，你我办事不力，谁都没有好下场。不行，星云对那批枪看管得很严，我弄不到。西孙大人料到你不会这么容易答应，你看看这个吧。三嫂，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？啊，我睡不着，想过来取把枪多练练。那景三嫂在这边换个药。谢谢三嫂。迫于无奈，三嫂只能按照张山民的指使，从库房里偷出一把手枪。三嫂不敢去想张山民会用这把枪做什么，犯下一个错，就会跟着第二个、第三个。此刻的他已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一步步走向深渊。二嫂，你也在啊？怎么，你也睡不着，过来拿把枪出去练练啊？我想了一晚上，虽然我不喜欢青云，可是我觉得他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。既然想报仇，还要靠我们自己。如果他教不好我们，我想就得靠我们自己多努力一点。所以我想，不如待会儿我们一块练吧。好啊，你等我啊。800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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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
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睡不着，所以干脆来练练枪。正好，我们两个也睡不着，咱们一起练吧。好啊，我们一起练，这样还可以互相鼓励一下。我才不用你鼓励呢，武田的那个狗命，我要亲手取的。他的命是我的，你可别跟我抢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比比看。来。都在这儿呢，挺热闹的啊。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偷偷摸摸跑这儿练枪来了？冰箱，你要是不赶紧练呢，迟早会被我超过的，以后谁打得准还不一定呢。别装模作样了你。好了好了，开始吧。来吧来吧，来。